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好啦，我哋呢个节目叫一塌糊涂，咁啊今日咧就换咗个女拍档，就揾咗阿林可欣嚟客串，睇我哋夹唔夹到啦。咦，第一次上嚟一塌糊涂嘅节目。系啊系啊，就、啊、所以我哋不嬲都系一塌糊涂啦咁。咁诶、啊，有文有路啊。系啊，我哋去努力啲啦吓，咁啊诶、做唔到梁思浩，都希望做一个加大版梁思浩第二啦。大肥梁思浩。系啦、啊，冇错。其实咧，我哋想做多啲女性嘅节目嘅，咁点解咧？因为个市场其实讲即係我只讲好多时事政治嘅嘢啦，嗰啲唔长呀、啊、真真正正呢要大众化呢，其实就係讲娱乐新闻。最近嘅时事。娱乐新闻。最近嘅娱乐新闻。係啦，咁但其实香港係冇娱乐新闻嘅。因为呢我哋香港而家冇明星。我都觉呀、啊、即係而家听啲歌呢都唔知边个嚟嘅有啲啦。拍两出戏就话明星咁。系啊，咁啊有个叫做蔡婷婷嘅啱啱出嘅歌啦，之前嚟做过嘉宾嗰、那个。我都话我自己 artist 啦。咁你系啊嘛？我唔系啊。吓咁啊，但系话香港嘅市场太细，咁啊啲人个个往外跑，咁啊以前我哋香港最出名嗰啲人咧，基本上都就上晒大陆啦。即使回流都冇咩，即系香港连一个、一套电视剧啊齐人都难啊，除咗 TVB 之外。咪而家系 TVB 出嚟嗰啲嘅嗰啲叫明星咯，演员啦、啊。咁但系而家你喺香港嗰啲做一哥嗰啲啊，翻到上去已经系做第二、第三过场噶啦。要落翻嚟咯。吓、啊，因为咧，宁为鸡口啊，莫为牛口啊嘛。即系点解？宁为即系咧做嘢，我情愿喺只鸡嘅前面做最叻嗰、那个，好过喺只牛嘅后边。唔系啊，做只牛后边唔系好啲咩？咁即系永远都系唔出头啦。哦，遮住鸡嘅口，鸡嘅口嘛，即系盯住，盯住。但系佢系最前噶啦，系、咪最前？即系呢堆700万人里面，佢、已经考第一。但系当一个去到14亿人嘅市场，佢永远都系最尾嗰、那个。哦，因为个市场大咗啊嘛，而家系中国，即系香港系中国啊嘛，咁啊要同10几亿人比啦。系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个议题嘅，今日讲谢婷婷。谢婷婷系咩人？婷婷，我想起我的婷婷姐婷婷就是謝霆鋒的妹妹，其实很厉害的謝霆鋒，以前呢永远都是謝賢的仔，现在呢誰就是謝霆鋒的老豆，謝霆鋒的妹妹賺很多钱、很厲害、現在在大陸，不用他在香港都的，因为他做制作公司就包了后期做、现在香港摆得上台面的后期制作都是他参与、其实我想在香港揸住个资产和公司，我想有几十亿的。即是有的，谢霆锋真的有的。但是呢就是不是那么红啊，在大陆。很红的，人家做生意的嘛，可以。做生意一件事啦，但是你说很红其实。他没有陈伟霆那么红。是的。陈伟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红。是的，又不靓仔。跳舞又一般，做戏更加一般。一世人走运啊，我觉得。是我哋都讲运嘅，因为谢婷婷有运咯。佢有运就系去咗外国，识咗阿鹰眼，跟住就其实唔系嘅，有运系因为有个咁嘅老豆，咁、老母有个咁嘅大佬啦。我都想啊。系啊，因为由头到尾啦，大佬入行，咁、全民帮佢老豆还债啦。咁、唔知系咪啦吓，即系呢啲未经证实吓。咁啊，入飞图，其实唔系飞图鹰王，因为鹰王收购咗飞图。咁我搵日讲谢霆锋啲恋慕情结都好，
因为识真啲女朋友都大过佢，包括啊张柏芝都大过佢，系啊张柏芝大过佢，大少少啫，大几个月都叫大。吓咁啊，其实咧最后生张柏芝，咁啊讲谢霆锋个现象都好，咁啊跟住讲细妹啦，因为永远都好，佢系最迟，佢开头翻嚟读完书翻嚟香港，佢话唔入行嘅，系啊，话咗唔入行，咁就知。佢爹哋唔俾嘛？唔系个哥唔俾，阿哥唔俾，谢霆锋唔俾，唔想佢入行。佢爹哋都唔想嘅，成家人都唔想去入行嘅。但系佢几靓女啊？如果靓女同你入行系冇关系嘅，系嘛？即系你又够靓女咯。咁但系有阵时候，我冇。我老豆唔系四哥，咁咪系咯，即系冇有唔系有运咯，系啊，冇遮掩，遮掩就有运咯，即系你好简单，有个咁嘅老豆老母，人尤其个老星二代系啦，咁啊再加上个老母真系吃得开嘅，唔系讲遮掩，系讲迪波拉真系吃得开，咁一翻到嚟个哥就红咗，系真系红噶，一出嚟就红噶啦，系就横扫喺香港，跟住啊。发生好多事都啦，个妹嚟到，咁啊有靠山，即使唔做都有得食噶嘛。但系谢霆锋嗰阵时，啱啱出道嗰阵时，俾人嘘噶，我哋都即系我有啲 friend 见佢出场都嘘噶。一年半载嘅事咯。系吓，咁但系真系好似搭飞机咁，咁诶到最后屘啲佢入咗行啦。咁啊入咗行咁。其实佢啲所谓代表作揸住份报纸啊，我揸住份报纸嘅真系，你睇下都噏唔出啊，真系。咁啊行过下 catwalk 嘅，即系同你哋同行啦，咁吓，咁啊。喂，有啲 event 出下咁咯。系啦，咁啊，喂，真系睇唔到有咩拍过啲咩戏嘅，真系，你睇下。又翻个大，又翻个大陆捞喎，佢呢度写报纸写，使拍戏都红噶嘛？呢啲一出世已经系星二代啦，使乜拍？星系咯，咁但系早有卖广告，有广告嘅，有做过美容院啊，其他咁呢啲代言咯，代言人但系你话真系咩咧？咁话唯一啊，咁啊叫做有啲人识咧，就系拍过几次拖，咁啊同安志杰咯，最冇错啦，四年，咁啊跟住咧就基本上都系西人嚟嘅。吓都唔系西人，我听到衰人吓，唔系西人，系政治正确。西方人系啦，咁最轰动就系话佢同阿鹰眼啦拍拖咁啊，但系好快鹰眼咧出嚟讲唔系否认，好快脆，即系咧做到似层层，但系咧前后都系啦，咁离别咗我哋年几啦，一年喺美国。咁前日就有个喜讯啦，就话佢一百日添啊，仲要啊嗰个 B B 出咗世 ，B B 女咁啊一百日，咁啊啲人追问阿谢贤，问阿谢霆锋问唔到啦，系咪啊大把公关啦，霍希文啊，霍文希啊都挡晒啦，咁跟住就连屋企阿爸阿妈都唔知个老豆系边个，可能成家人都唔知佢大咗肚生个女啊，可能同我哋一样咁匿埋啊，系啊，即系你啊。根據報道，佢哋譬如好似過年食年夜飯，一家人啊，或者有咩活動啊，佢係冇出現噶，係咪？你大肚都可以出現噶嘛，冇出現。甚至有啲人話佢喺加拿大，問佢老問佢老豆謝賢，謝賢都唔知佢喺邊度。哦，你話喺美國，可能係啦，咁答你。係啊，咁啊女大女世界啦，你老豆都唔知你咁多嘢啊嘛，係係。唔關事。外國大啊嘛。外國大都知道嘅。獨立啲話俾人聽啊。都唔会好笑啊 ！ABC 系好，我唔觉得噶，尤其喺美国、加拿大到感恩节，哎呀，几远都要翻屋企家庭团聚噶。系咩？佢哋所谓独立，就系话你大过咗十八岁啦，你离开咗屋企，咁你自己养自己啦，自己养自己啦。咁但系有咩事，佢哋都喂，譬如好似圣诞节互换礼物啦，感恩节揸好长途嘅车，即系好似我哋大陆咁，即系过年咧、春运啦，都翻去睇下屋企人。但系你冇理由生女大肚，男朋友未见过唔出奇。但你大肚喎，尤其女人咧。而家我觉得个个女仔好独立噶啦，唔一定要有个男人噶嘛，借翻去唔得噶咩？唔系，有冇个男人有男人系好闲嘅。但系当你大肚嘅时候咧，你好多嘅生理反应，或者好多你会产生好多问题。系、哦，尤其华人有人照顾噶，系要同屋企人商量一下，要唔要好咧？唔系要唔要好？譬如我大肚，哎呀我呕，即系咧尤其你嘅身形，系啊，我大肚，我一呕啦，哎呀咁，咁你呕，咁你有个反应，即系叫做即系大肚反应啦，即系妊娠反应吓。咁你我都要知下先。咁你有阵时，不如尤其
大肚婆，咁我有僆仔啦，咁我啊結過兩次婚，好簡單嘅啫。突然間一日瞓到半夜，我好想食乜嘢就即刻要有嗰樣嘢食啊！真係㗎？係啊！大肚嗰啲啊，係啊！個人個性格可以變咗嘅，咁好多時候就要有屋企人，即係唔係老公陪照顧下咯，照顧同埋佢好多問題會發生嘅。咁你即係佢又冇事喎、啊？係啦，一百日就。就话俾你听佢有冇？其实系咪生嘅？系咪佢嘅咧？咁啊系嘅，佢又唔使嚟呃你哋，因为又唔使摊大手板，又唔系公众人物咯。嗯，其实做唔做成咁又够食又够使，咁点解我讲咧？就系借呢件事讲而家啲女人嘅独立咯。譬如好似我哋远古啦，头先我哋做节目之前讲啦，印尼啦，印尼就秘祖嚟嘅，因为咧就系个老公死咗。嗯。跟住就生咗 Melody， 咁其实系单亲家庭啦，系咪啊？冇人知佢男朋友老公系边个？唔系话佢啲精子系老公噶咩？卅几年前我唔知道有冇咁嘅技术，有冇咁嘅技术？我真系唔知道。系啊，呢啲你清楚？咁我真系唔知啊，卅几年前系咪啊？即系卅几年前香港嘅医学佢都系咪咁昌明咧？有冇试管婴儿都有問題？但系生出嚟真系好似佢老公噶噃？似个鬼妹多啲咯，我觉得。嗯。系咪啊？咁。咁佢咁有錢，咁啊！但係咧，近到三咁借一個精子咁樣，近十年八年先講話。哎呀，其實佢係有父星嘅咁，咁、你講啫，係冇人知噶，係嘛？咁唔知佢嘅。譬如我哋以前咧，我哋僆仔啦，我大你好多啦。咁我哋僆仔嘅時候咧，有個女演員叫陳秀珠。哦，聽過。係啦，咁啊，好紅嘅，拍阿陳芬琪拍好多戲嘅。咁做。任盈盈，即系其实就系无线电视第一个任盈盈就拍周润发做呢个笑傲江湖，笑傲江湖东方不败系啦，咁好红嘅，突然间消失咗，咁四十岁大肚结婚，唔系大肚生仔，冇结婚，冇人知道个老公系边个，嗯，咁张柏芝嗱，而家啱啱我早几日就系早两个礼拜之前做过张柏芝，张柏芝又系，你佢生咗个女仔嚟嘅啊，个仔嚟嘅，哇真系犀利啊！三个仔，系咁啊，生咗个仔，冇人知，即系唔系话冇人知佢生仔啊，而系冇人知道嗰个老豆系边个。咁而亦都话俾你听，原来呢啲人而家系唔需要结婚。嗯，我都谂住咁啊。即系咧，阿欣欣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啦，因为我哋年纪大啊、嗯，以前咧唔结婚同居，我嗰年代已经系开始噶啦，好多嘅吓得。得嘅，系啦，譬如好似我同我第一个老婆，我系同居咗，七八年先结婚。但系兴唔兴未婚生子咧？我嘅观念就冇所谓，但系咧嗰阵时候佢咪口头禅，即系有啲人啦，即系十几廿年前啦都讲嘅，如果大家冇谂住有细路仔嘅，就冇必要结婚啦。系咪啊？好多人都话，我哋冇细路仔，同居咪得咯，系咪啊？咁啊，當時有句名言啦，一紙婚書不能代表我對你的情意。嗯。咁，但係而家唔係喎，有細路仔都唔使結婚喎。有細路仔都唔一定要結婚，係咯。頭先我哋講嗰啲啦，即係噏得出名啦，係咪啊？關淑怡啦，係啊，話佢係北單嗰個凌波車啊。好多譬如台灣都有個。谢金燕不是谢金燕就不是凌波车，咁但系谢金燕都系啦。咁之前咧有个台湾好出名嘅女明星，咁佢直认咗嗰个僆仔凌波车嘅。嗰、那个就系话，我唔知道有冇听过，你年纪后生唱嗰个阿雅咩寒雅，即系孔兜戴孔兜嗱呢个。哦，呢、這个吓佢、生咗。但人哋问个老豆，从来都唔讲冇结婚，但系后屘就默认咗，就系佢咧，因为佢信密宗，佢曾经有段时间喺大陆好红嘅，做综艺节目，咁啊生咗个细路仔。咁而家你话呢啲即系你哋啦，即系你哋先知，年纪又差唔多，我想问你啦，系咪真系唔使嘅咧？如果我有咁多钱嘅话，系唔使嘅。啊！但我又问你啦，如果嗰个男人俾好多钱你，吓、你都系唔使嘅，最紧要就系咁啦。咁我睇下我中唔中意佢咯。如果我为钱而生个仔，我又唔会、啊。我咁讲啦，因为呢句说话恩尼讲嘅，嗱讲埋呢句说话，因为咧恩尼就讲个说话，我可以冇老公，我只不过需要个女咋。
个女系完全属于我个老公。咁佢有钱啊嘛？唔系个观念系老公唔系属于我嘅，嗯，随时都会走嘅，嗯，或者会离婚。但系咧，我想自己有个 B B， 个 B B 就系我嘅，佢一世都系我嘅。呢句咧就系恩妮嗰阵时咧，生阿 Melody 嘅时候咧，佢讲，我都系咁谂噶噃。但你最重要有钱嘛，你说不是，你要养 BB 嘛，那你又已经没有老公 support 了，那你又要做没有兼负责，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很多钱呢？这个是咯，但是即是调回转头这么说，嗯，即是因为他要有个 BB， 不如甚至我们有一个叫做很出名 的、女人，嗯，以前呢还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，嗯，那即是叫做咩啊？彩桥嗰个啦，咁熟嘅彩桥，咁啊做呢，這个亲情彩桥，我唔记得个咩名啦。咁啊翻咗大陆，养咗一个收养咗一个系心流症嘅男仔翻嚟香港，咁诶比亲生更亲生。哦，即系讲边个啦？我唔记得。系咪啊？系啊，我都唔记得。咁啊亲生更亲，即系比亲生更亲生。哦，见过佢真人系好好人噶，系啊，咁佢就话：喂，如果我即使再揾到男朋友都好啦，一定要个细路仔，吓，同埋个细路仔岌头，我先拍得呢个拖。我哋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。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